啦，起步跳出嚟中檔嗰匹馬咧，見到綠色冇個右德啦，咁啊裏邊當然都化咧，見到粉藍冇個星仔啦。中間位置紫色冇個筆咧，勝運高啊！開邊黑色冇個筆咧，就係咁啊，北方傳說。咁後少少兩隻啦，暫時白色冇個筆咧，尾位置太容易啊。遠代就黃色冇嘅非凡夫都幾脱節下嘅喎。好啦，啱啱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啊，前面單騎放咧星仔啦，開邊外檔見到右德啦，湧翻上嚟見到咧就係嗰筆咧係勝運高啦。跟住開邊外檔上翻啲，你都見到太容易裏邊內檔啊。包尾兩隻馬仲係冇得進展嘅，北方傳說大包尾非凡夫唔入鏡頭嘅，轉翻入最後直路單騎放你走中檔好爽啦，見到係星仔啦，開邊咧撳咗上嚟，見到勝運高啊，裏邊落檔拖彎住，你見到太容易啦，開邊又得騎啦，反而麻麻地嘅，咁啊外側嗰只馬咧就咩位置咧就係北方傳說，遠包尾就係非凡夫，入到嚟最後80米路程啦，越放越順就係星仔帶嚟3、4個馬位啊，咁啊首遇第二位仲係見到勝運高啊過終點啦。贏第一組試集咧，就係星仔跑，第二名勝運高，第三名見得太容易，第四名係北方傳說。